雷迪斯啊，那叫什么？哈喽大家好。哈喽大家好。神经病。这是什么大哥？因为他要帮我画一个黑人妆。哎，黑人妆厉害了啊！啊，你先帮我把面膜卸掉，然后让他帮我涂一个护肤品，从来没帮我涂过。够了吗？啊！你轻点擦，我那是皮。不是，为什么你的皮是绿色的？你才绿。我画身上。对，你要画那个。太多了。哪一个最贵？我们先用哪一个？咦，我那瓶迪奥的吗？迪奥是吧？索尼。哎，这个很好用哎，你给大家讲一下。你手应该抵在后面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不来不会的。对，这瓶好用。很好用啊。来，是不是这样搓开？可以。哎，这个手法一看就是，哎。你中间都没涂。中间不要着急嘛，我们要从。两侧慢慢的向中间移进，是从中间往外。好，我感觉很多地方不能浪费，没给我涂到。下一步这个，你把这个打在这个上面。一滴，两滴，这次不能浪费。手法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像五子棋那样子。不是，对，啊，这样加住。对。啊，脖子也擦一擦嘛，不要浪费。脖子也要擦一擦。下一步呢，涂眼霜。这是买8万眼霜。好，哪个是开关？不用开的，它自动的。自动的吗？你用力一点放我鼻上，好痛啊！你看我弄就动。这个是你要贴着它的呀。是指纹识别。哎，哎呀，我弄到眼睛里了。给我自己弄。哎呀，你看到没？你手不要动。你看，这个明明就是指纹识别的，这不赖我。用力一点呀！我，你看我，你的手一离开我的手，它就没效果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不就可以吗？啊，这里是一个触碰这个点，我感觉你刚刚一直让我弄着这个白色的部分，我是没有用的，你一定要弄银色的部分。你不要往我眼珠子里戳呀，你手往下一点，这样。哎，刚才是错误示范，我觉得不要轻易的这样。这样一个，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，并没有很难色。啊，这样。哎，对。要摁着银色这地方才有用，知道吗？它是不是没有电了？有电。你看我一上手就行啊，不是这个，你看我握在这里，我知道这个握在这里真的没有用啊。跟你说了，一定要按赢的地方，要按赢的地方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叫温控开关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手指上面有温度。你是不是手指没有碰好？我碰好了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娘们一样的，就这样行不行啊？你看，就像画画那样。对，哎，对，那就行了。然后下一步，这个我就不用多介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家都知道。老妹儿嘛，这个绿加白。哎呀，是这样戳就好了，你用手指戳到啥时候了？你说的对。你知道这个主动吗？让我打你巴掌吗？我快要四岁了。你告诉我这些戳开这个动作效果，那很简单，就戳开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上妆了。开始我表演了是吧？对，开始化妆环节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给球球画一个黑眼妆，因为我感觉。很多博主他们男朋友哈都给他们女朋友化过妆，但我想就是一上来就要挑战那个最 hard 的 level， 最困难的那个 level 哈，所以呢想给画一个黑眼妆，然后呢我的模板是 Beyonce 妆前乳，大家看一下哈，妆前乳，这是底妆对不对？对，不是，这是妆前乳，然后你开始上妆了。我在网上买了三个 White and White 和 NYX 的东西，就是专门黑人用的。哪一个最黑？这个。我来比对一下。哎呀，这还用比吗？这，你手机已经有了，那就哇，好黑啊！你那个，哎，你不用涂那么多的，我很怕我变太黑，不是。你信我？不是，你把手心的，你不要浪费。你，哇，好多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有病啊！这是个手字。哎呀，我把它写反了，我应该倒过来写的。好丑啊！哎呀，好黑啊！刘死人，我跟你说都太多了呢，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好丑，我又哭了。黄种人，尤其是像你这种，怎么会这么丑啊？有点偏拉丁美洲那种感觉。啊，你说我这个妆要卸多久啊？然后慢慢的，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说话，我知道这个妆怎么卸呀？天哪，都我变得好丑啊！差不多吧，什么差不多呀？你涂的这么，我美吗？真的美，你这有点像那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黄土高坡那种
太阳高高照，在下面刚刚做完钱，对不对？出来的女孩特别的纯真无瑕，露了一口大白牙。我家住百货土八婆。对对，我们要非常应景，黑人就喜欢这种鱼排。好村啊！哎呀，我感觉我们的画风一下子走有点歪。好村啊！怎么这么村啊？这不是黑人仿妆啊，这个是画我们大山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画一张脸的灵魂，就是他的眉毛。哎呀，你那哎呦！哎呦，人家看不到。看一下啊，你先画那个形状，先画下面那根线，上面那根线，中间慢点填。啊、对，这种要凉一点。凉什么凉啊你？好，画了个蜡笔小新呀、啊，东方不败啊，好丑啊！专业一点，专业一点，专业一点。张立伟，张立伟，直条三角形啊，你的。这个叫眉尾。你自己看呀，好丑啊！你跟表妹有半毛钱关系啊？你画的是关公。你不要说话。那我认真到完成这幅画作，不是男人的眉毛是前细后粗，没错，但是女人的眉毛是同等细的，她眉尾很细，你看你眉尾粗成什么屌样了、啊？你不要抢我的风头，你走开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子？不是，我跟你大致说一下那个眉形啊，这底下是这样子的，我想睡过去。眉毛的部分就画完了，你有什么满意的地方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对了。要不遮个瑕吧。遮个瑕，我感觉你的脸上无瑕。哎，你两边不要弄呀，要立体感一点，就显得鼻梁中间很亮，你懂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给脸上撒点糖。不是撒的，你拿把那个大刷子。刷点糖。来回这样刷。除尘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画眼睛。崭新的眼睛，你看，迫不及待就让我造它，就几个色儿、嗯。我觉得用这个色儿太深了。不是啊，黑人不是很黑吗？用这个太深了吧？我用这个有点偏棕的颜色，好不好？作为眼窝颜色。你怎么这么画？你画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眼影画眼窝，你画眼角干啥？一下午就画歪，画歪就不好看了啊！来又丑。这个眼窝的这个技巧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别的，这样。画出那种被别人打了一拳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越深邃越好。哇，好吓人啊！你这你画骷髅头呢？哎呦，好丑啊！你看看，吓人不？吓人不？我说晚上出去，这不笑死了？多好看啊！一下子就换了一张面孔，对不对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是不是？现在在这边站一站，下一步宝石蓝的颜色，来看到没有？这样的感觉，就是画翅膀的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就要闭眼，你想睁着。我害怕睁眼的那一刻，不要被自己的美所惊讶到、哎。你真的是能丑到天际的那种。真的吗？我的妈呀！几点啊？哎呀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画它的这个是什么部位？双眼皮褶皱处。对，双眼皮褶皱处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有点布灵布灵的感觉。我不要再怎么描述，太美了。然后我想在他这个地方看，这样这个地方不给他提亮的话，会有点像熊猫眼的感觉。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，给他稍微提亮一点，眼头提亮，对不对？就一点点就够了。这张脸，你看，一下子就从一张亚洲人的面孔变成了这种国际范儿，有没有？完美。我们再给他加点卧蚕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还是选取这个颜色哈，大家看一下。二三，然后再连成一根线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是我的功。在卧蚕上面还用点提亮的颜色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，也是晶晶的，但它那种闪闪没有那么多。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，也就是你配合一点嘛，也就是眼线啊，对，眼线。走一走、啊、年轻不好意思，手一抖一下子画了一点多，
我们还是可以补救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给他上假睫毛，是不是？你用刷睫毛膏吗？你用刷睫毛膏吗？黑人就喜欢刷这种睫毛膏，对吧？特别的浓密纤长。腮红部分呢，我选择汤姆·福德这款，我感觉黑人他们就喜欢这种比较布灵布灵的紫色啊。哪里布灵布灵了？这个？这有一丁点布灵布灵的感觉，这都美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打算给他再加一点这种布灵布灵的这种珠光的感觉，这是叫珠光是吗？对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样，哎，然后呢？拿这个322不就可以了？好，这也是可以，这太白了不行。还有吗？上好之后呢，就像小日本的胡子那样，像千万这个时候不能涂口红啊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步，就是给他上口红。在精挑细选之后呢，我准备用这个 CVB 的这支口红。哟，你还知道 CVB 呢？这上面呢会有一点点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，那种金一点的颜色，有带有珠光的感觉，像面包一样。有，在哪？特别典型的那种，是不是觉得求这张脸越来越脾气犯，是吧？就是不是第一眼看过去还挺难接受，要是你能够坚持看到现在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领会了其中那种美感，那种国际范的抽象感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给他上他这个面包的部分，就是他那个嘴唇上有点金色，完美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就至少远看啊，这皮肤质感还是有的。还有客观的点评一下，客观点评一下就是太丑了。哎，对，还认得出这是你的。千万认不出，认不出那就对了。认不出这个时候就应该有，哎，掌声，对不对？多好看啊！你看，可以的话围一围，动动手，别光说话，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形象。是，哼，真是，多好看呀！持之以恒的去操练这个化妆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化妆师。师兄，你要认得我不？师兄，你看吧，你还认不出吗？人家认得我不？认不出那对了，小英就不看了。认不出那就对了，专员。大哥，你给点评一下吧。来个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不用说什么长篇大论的嘛，一个字就可以了。太吓人了，美，吓人。我竟然已经太习惯了这张脸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多好看啊，这张脸，特别有国际范儿，是不是？今天涂大师的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小涂老师跟你们下期再见哈，大家不见不散，再也不要见面了。没点关注的请点关注啊。就这样，觉得还不错，记得分享哈。我要去卸妆了，拜拜。你得把你们牙涂黑了，然后呢？嗯，拜拜。